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今天陈白禁区官方是官宣了 1.1 版本卡池的新限定五星角色七星尘云传的详细信息。角色的基本定位如视频所示，是一个主打战场输出的电系突击步枪主 C， 玩的就是个连锁伤害的引爆，擅长应对多部位敌人或多目标敌人群小怪。一技能的长规技是个扫描标记技能，长按能快速标记敌人，期间还会提高自身的抗打断能力，并在扫描结束时对标记敌人造成一次导弹攻击电击属性伤害，并附带一个零减的标记 debuff。 当云转射击命中敌方标记部位时，会引爆该零减标记，同时该伤害还能传递间接引爆其他目标身上的零减 debuff， 伤害随传递的次数而递减。其实说白了，这就有点像隔壁纳西达的那个 E 技能，同样都是长按标记敌人连锁伤害，只是这云转的需要射击触发，隔壁的小草神需要元素反应触发罢了。然后是支援技，向前方多个敌人发射赤雷，造成电击伤害的同时附着目标，期间被标记的敌人每秒都会受到一次电击，且队友命中目标弱点时会对所有已标记的敌人额外再造成一次连锁电击伤害。其实说白了，这支援技就跟上文的常规技差不多，只不过这个能瞬间使用，不用自己手动瞄准罢了。然后是爆发技，模式跟四星版本的大招差不多，都是召唤一个大的电击柱，只不过这云转的伤害更猛烈，在击飞敌人的同时还能造成大量的范围电系伤害，大概就相当于一个区域内的闪电风暴。角色被动天赋的话是用电击类型的武器射击时有概率提升造成的伤害，说白了这就是绑定你用电系突击步枪呗。其中官方推荐的四星下位转武为指示技，还有就是最后的那个胜利动画，这建模还是很赞的嘛，至少胸部的事业线没有被和谐对吧。那最后总结下，这机星尘云传作为陈白开服的第一个限定主 C， 只要策划脑子不抽，这强度方面肯定是很在线的。就以官方目前放出的信息来看，在打小怪群怪方面肯定是把好手，扫一圈敌人啪啪啪的连锁伤害就完事了。在 boss 战方面则适合打那些拥有多伤害部位的敌人，如咱们熟悉的四角机甲、海拉，像那种只有一个弱点部位的，如福波娃、野牛、约瑟夫，这云转打起来效果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那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觉得呢，大家会选择抽这位新电系战场主 C 吗？欢迎一起来讨论哈。那好的，视频制作不易，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咱们有缘下期再见，拜拜。